一架载有167名乘客的马来西亚航空 MH136客机，在澳洲阿德莱德机场跑道准备起飞期间，在最后一刻才获得航空交通管制中心通知，飞行航道可能与新加坡虎航一架空中巴士相撞，要求马航立即终止起飞，才避过相撞危机。 阿根廷足协主席、FIFA第一副主席胡里奥·格隆多纳不幸因心脏病去世，享年82岁。格隆多纳在阿根廷足坛具有极其重要地位。名将梅西在网络平台上说：“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悲伤的一天，所有的阿根廷人跟我一样，我要给他们的家人一个拥抱。” 30日，韩国进行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，在15个选区中，执政新世界党在国会300个席位中获得158席，继续保住国会多数席位，也成为韩国总统朴槿惠的一次民意风向球。 美国亚利桑那州5岁小女孩，当听到她3个月大的弟弟不会永远是宝宝时，不禁大哭起来，并深情拥抱。但弟弟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全程睁大眼睛对姐姐傻笑。两姐弟的妈妈拍下过程，并上传网络分享，吸引超过200万人点阅。新唐人电视整理报道。